应该是优美而深情的，伴随着温暖的体温和柔软的鼻息。但是，我丈夫脸上那令我陷入爱情的诱人神采，从此一去不复返。我想，这就是婚姻，它意味着生命中一个迷幻时代。 之外的更开心，充满血腥的文艺爱情片，感人心魄，另类脱俗。大明公子，一封情书带出四段美妙的情缘，是要向我求婚吧？基本上就是命运水平就是百分之百。这只能是这个。 到批发价上这一块，还只到批发价，对，当不当警长，关键是啊，能不能得到领导的肯定，是不是个废物的问题。当然说我自己啊，是不是个废物。高倩，啊，我听你这么上纲上线的分析啊，我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你看我，有没有希望？ 当警长，哎，现在还年轻，这时候啊，没戏，没戏，真的没戏，真的没戏，那我跟你聊什么呀？你越聊越起劲，我越聊越没劲，我回去睡觉。哎，你还没说呢，哎，我要当警长，谁告诉你的？ 张硕，哎，长将，长的，局长，天哪，局长能告诉我这个，你也太高看我了。哎呀，不是你，你赶紧告诉我呀，要不我这晚上睡不着觉呢。你，那我告诉你，哎呀，什么玩意儿，你说。 自己分析出来。别，还赶紧睡觉去吧。你这不害我呢吗？吴警长，我感觉你打赌，这一次，哼，你准能当警长。谢谢。我要真当警长啊，我一定好好的培养你，把你培养成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嗯，有紧急情况，怎么了？芳芳那片吧。 有姑娘打110报警，说有个男的要杀她，赶紧走。芳芳，是这栋吗？对，没错。走。 我这么不知道您是警察，怎么了，大哥？
那个女人呢？那个女的。什么女人啊？在你屋里那个女人。大哥，我们离婚了好几年了，我们这不说女人了，连女人味都没有。大哥，侯爵，大哥，咱们先把她带回府里，再进行审问。走。的吗？对呀，我，你们是接到110电话来的吧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我就是那个打电话的人。大哥，哎，大哥，大哥，我晕。民警同志，你们抓错人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，对不起啊。等会儿，大哥，问清楚再说，怎么回事？我是刚搬来的，今天下午我在家收拾屋子。我以前的男朋友他又来骚扰我，他威胁要把我给杀了，我叫他走，他不听，然后我就打了110报警电话，他开始还不在乎，可后来一看你们警车真的来了，他就给吓跑了。那你打电话也不应该说别人家的门牌号码吗？就是啊，他能说别人吗？我是刚搬来的，我一害怕就把七门给说成一门了。嘿，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没有？我这冤枉啊！哎，我冤枉！什么误会？什么误会了？什么误会了？啊！你们说抓人就抓人啊？你那眼睛是出气儿似的？嘿，我说什么去？老宋，别大声嚷嚷，影响多不好。我凭什么不大声嚷嚷啊？哼！要不知道真相呢，还以为我真的让你们给抓起来的。我现在正托人家给我说对象的，人家一看你这情况。谁还管我呀？我幸福生活都葬送在你们手里了。老说，余地多么好啊！别让那快乐走了吧吧吧。冷落了这场庆典。